深秀山要先来关心的是受到康瑞洪台含义挂围环流的影响，嘉义地区但讲是完全拢拢打伫咧暴雨当中，处处拢来传出着淹水的灾情。而嘉义县政府是伫透早临时宣布要来停班停课，但是因为宣布的时间点伤过慢，拄好今日阁是真侪学生囡仔爱返去学校的日子，好真侪家长拢未赴欢迎，抱怨声连连。暴雨就那亲像用面桶在倒同款滴落，嘉义地区雨势又急又猛，杨梅全部拢落伫边缘地区，为透早五点到八点，短短三个点钟之间，雨量就迅速累积，真侪位的地点积水成灾。对此，县长张华官一透早便冲入灾害应变中心来坐镇指挥。那现在比较怕就是说，如果雨势没有停，或是雨势转移到海区，哦，然后山上的雨一直流下来，哦，那可能会所有的排水系统，哦，会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大的量的时候，哦，我们希望所有民众尽量，大家尽量待在家里，少出门，哦，才不会造成外面又塞车，又是车子，哦，熄火，哦啊，反而制造危险，哦，所以在这个时间，我们希望大家多注意，这个豪雨的状况。这是我哈生平第一次穿雨衣哈，在水里面帮别人点住哈，这个真的是啊，时雨量太大太大。因为超大雨后，阿里山公路已经成为封闭，阿里山松南游乐区休园，嘉义县公车所有班车全部停驶，嘉义县东西向快速道路、嘉义到水上交流道之间封闭，嘉义县市交界埔子溪顶游的罗山桥封闭。新闻新闻，张来成嘉义县采访报道。